那、啊、这样子就会遇到。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而做这些事情，为了不被我的手机绑架呢，我做这些事情，那也有一些取舍。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就一直听听哦，一直收到通知，然后一直来滑手机。我们做，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做这些事情，那也有一些取舍。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就一直收到讯息，然后一直看讯息回复这样子，我们就做了这些。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做这些事情，那也有。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一直跳出通知，然后一直看讯息这样子，我们做了这些事情。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就。那为了不被手机绑架呢，我们做了这些事情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呢，一直看讯息，一直跳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们一直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们做了这些事情，让他一些通知啊，全部都消失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一直就在那里看讯息啊，一直跳出通知，我们做些这些事情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们做了这些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一直跳出通知啊，一直看讯息，一直回复讯息，这样子，我们做了这些事情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们做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一直跳出讯息啊，一直回复讯息，一直看讯息，一直很紧张，一直要回复讯息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我们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他一直跳出讯息啊，一直要回复讯息啊，然后很紧张这样子。为了不被手机绑架，一直跳出讯息啊，然后要一直回复讯息啊，我们做了这些事情，但是也有一些取舍，像是有人要找我拍摄的话。像是有人要找我拍摄的话，哦，他就联络不到我。像有人要找我拍摄的话，他可能就联络不到我。像有人要找我拍摄的话，可能就就忽然联络不到我。那这样子我们就会错过还蛮多拍摄机会，就可能啊，这个礼拜五有没有空？然后结果我礼拜六才回他讯息，这个就 GG 了。